这样的切削效率是您想要的吗？让我带你来看看高野研发的暴力切系列硬质合金刀具在不同切身下的表现。第一刀切削速度160厘米每分钟，切身6毫米，进给1100毫米。第二刀切削速度不变，我们把切身增加至12毫米，进给速度1000毫米每分钟，切削表现稳定顺畅。接下来我们再把切身增加至18毫米，进给速度850毫米每分钟，切削表现仍然很优秀。最后我们把切身增加到了24毫米哦，这样子的切削表现您是不是也很满意？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产品和视频，请点击关注我们高野切削官方抖音号哦，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和分享。好啦，我们下期见哈。